Hello，Hello，见到有啲人都入咗嚟啦噃，声话 OK 嘛？今日我系呢个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同步直播啊，不过唔知呢一度睇唔睇到嚟自？咦，我见到呢啲应该系嚟自 YouTube 嘅留言。Hello，大家好，如果 Facebook 度睇紧嘅朋友都 say 个 hi 啊，因为我应该会分到噶，我应该会睇得到噶。咁我呢度咧都 check 下先，你哋好嘛？都系好例牌咁讲嗰句，你哋而家喺边度啊？而家系咩钟数啊？气温系乜嘢啊？我度我会唔会着得略嫌太过暖咧？我其实有啲夸张嘅，我觉得唔使去到咁，俾你睇到我几咁亏啊！开紧暖炉啦，已经。Hello，Hello，hello， 你好啊，Raymond 你好，Jimmy 你好，Lucky 你好，Fanny hi，哦，已经有人系啦，报紧地方啦，Sydney 啊，有人喺，睇下先，我个时间，OK 得，Hello，miss you，miss you。仲有啲哇吓，比利时，诶，Nico 你好啊，比利时晏昼啊，而家，咦啱啦，下午茶，虽然我呢度系宵夜吓，而家大概气温系30度左右，香港系咪啊，Raymond，你喺香港系咪啊，哇，热屎辣辣嘅香港系咪啊，我呢度冻冰冰啊，即系今日。其实今日 OK，今日唔算好冻，又或者可能因为我冇点样真系出去外边啦，因为我觉得个头怪怪地。系对唔住，我今日系仍然戴住帽啊，知咩事啊？如果之前有睇我打边炉嗰个 live 咧，就知我个头咧有啲日久失修啦，嗰啲乜嘢啦。放心，听日我听日去剪头发，俾 你睇下就最后见一面。哇，你睇下我要染发啦，真系讲真。要染啦！我啲天生白头发已经系成头都系啦。哎，我分唔到左右添。Hi，嚟自英国嘅 HC 你好。哎，等我 check check 呢、这个啊，我见到 Facebook 嘅朋友啦。Hello，Mark，Hello for 呢啊呢 Nadia 你好。我会好努力去学读你哋啲名噶，虽然你哋冇办法纠正我啊，就算我读错都硬食我讲错系嘛？多谢多谢，白头发几型啊！你佢话其实我都觉嘅，讲真，我期待紧有一日咧，我系因为而家白啲唔白啲咁啊嘛，咁如果有一日咧真系好多嘅话咧，我可能会由佢白晒咁样咯，我觉得好型啊，其实。Hello。堂主持，你介唔介意镜头前面咩？点解啊？点解要撕烂张废纸鼓励下？好，太远啦，我下下要空空到咁前。等我喺呢度开个 YouTube 先，睇下你哋嘅 message 先。啊，喺度预告定先。而家有几多人喺度咧？而家有300几人。Hello，你哋好啊！预告定喺个 live 完咗之后啊。我就有片上噶啦，系啊，而家已经 upload 紧噶啦，咁就应该喺呢个两点，我 set 咗噶啦，已经系2:03，冇错，2:03，有片睇。而 家我哋有几多时间啊？我哋而家有一点，而家1点钟，跟住我哋就一阵间一齐去睇 Premiere。藏獒仔喺邊？阿 Raymond，你真問得好啦。如果佢唔喺呢一度咧，咦？點我兩支麥？原來有支麥擺咗嗰度。OK，我收翻埋先。藏獒仔咧，呢啲咁嘅時間，咁咧佢就梗係要就寝啦。今日吸引唔到佢喎，我呢個 setting，即係平時咧，佢見到我開工咧，佢夠精神嘅話咧，佢就會即刻衝過嚟同我玩噶啦。不過佢完全唔知我開，即係我喺度開 live 啦，因為佢一路都瞓緊覺。Hello，介绍美食。喂，系话时话啦，今日咧吓好特别喎、不如而家报个数先。我呢、这个今日我哋呢个 party 咧系叫做卖向9万，
迈向九万嘅 subscribers 嘅 party， 咁迈向啫，未到嘅。咁啊，至于会唔会喺个 live 度一齐冲到咧，我都唔知道，我都唔知道。希望啦，希望系可以啦。Hello， 系啦，我想讲咧，今日咁啊，话明开 party 啊嘛，你哋未见到啲乜嘢啊，系嘛，我台面，但系见唔见到呢样嘢？咩嚟噶？见唔见到啊？竹签，你觉得竹签嘅另外一头会系啲咩咧？估好快十万啦，乔华，多谢你，多谢你，希望希望希望，估下系咩嚟噶咧？好中意纽西兰啊，多谢啊！点解我会多谢？系啦，纽西兰系的而且确一个好地方，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嚟旅游下。诶，有人讲啦，答啦。肠粉鱼蛋，好咁快有人中就拿出嚟俾你睇，冇错，仲要系咁样啊？呢个睇下呢个咁嘅出场系咪好得先？呢啲叫做咩梯碟啊？再加张咁嘅牛油纸，再加啲鱼蛋，仲有啲咖喱汁，边度有啲咁好食嘅嘢？我自己整噶，淋啲咖喱汁上去先。我自己整噶，一阵间嗰条片就系讲我点样整啊，系咪吸引先？记住去睇、哦。而家一齐食嘢先啦，有冇系咪攞晒嘢食噶啦？你哋，我见到我出个 post 话，喂，我哋不如今日倾偈啦。本身我想整云朵蛋糕嘅。但是我即看到那個數字，我心哦咁樣，跟住不如我哋傾偈啦，咁啊開啲嘢食，咁樣開個 party 咁樣，係薯片我準備咗，咁咧係啦，你哋準備咗啲咩？我出咗個係，我成日都唔知道自己講咗去邊。我話我出咗個 post 話開 party 之後咧，我見到有人，我而家衝落街買零食，你哋係咪買咗啊？街美味街頭小食 ，Hello 呢呢零零，係啊。這個呢個我俾你睇下先。除咗咧，因為呢個就係我之前拍嗰條片啦，咁整嗰啲咖喱汁仲有剩，所以今日你哋仲而家可以見到我早幾日整嘅。咁咧入邊除咗咖喱魚蛋之外咧，咁啊真係仲有其他料啦。跟住有啲嗱剩咗嘅，呢、這個你知唔知咩啊？會唔會太細？知唔知係咩啊？見唔見到啊？食埋佢先。已经得翻咁碎啦，而家得呢啲鱼蛋都我重新再煮嘅。啊，讲明先个鱼蛋咧就唔系自己整嘅，我未去到咁劲，真系自己搓鱼蛋。但系个汁咧系灵魂嚟噶嘛，即系有冇睇星星哥都系咁讲，即系呢啲咖喱汁啊，呢个咖喱蛋啊就系个灵魂所在。我觉得 OK， 今次真系做到，即系之前都试过整，但系今次呢个当然都有啲。你哋睇条片啦，当然系有啲事发生嘅中间，但系后屘即系而家出嚟个成果，我觉得，我本人满意啦。乜嘢？我见到有人话环保咖喱汁，系嗰啲食十年嗰啲，一路捞又捞。有人答一下头先嗰块，有人话系牛筋，唔系。错啊！再估睇下有冇人估先。Tommy 话睇到我肚饿，嚟啊！快啲，屋企有啲咩食，我嚟食，我哋一齐开住 party。我开汽水饮饮佢咧，点解要咁作状倒落个杯度咧？是因为没有雪，所以要装冰。我们炸一炸它。饮杯。中，有人中了。几个人中了，没错，是猪皮。那块这么细块的是猪皮。当然整的时候不是很大块，剪开它。系啊，多谢。喂，我头先话要报数喎，即系你哋报俾我听。我而家几多？我而家几多？
好，去睇下先。OK， 系咁系睇唔到，发紧梦啊我，系咪你哋会快过我咧 ？OK， 喂 ，OK， 哇，个心跳一跳，唔系个心唔止跳一跳，个心只系跳一跳就大件事。而家系89913，哇，好紧张喎！计数啊，而家仲争几多人啊？真系。即是仲爭幾多人啊？好，睇下先。你哋幫我計數啊，唔該。我仲爭幾多人啊？睇下先。仲爭幾多啊？87啊？87人啊？你觉得你哋估我可唔可以喺呢个 live 度同你哋一齐冲？系啲公有啲公务要处一处理，好快。嗱，講真咧，即係90000呢件事咧，即係我又唔係話特登咧要衝嘅，即係我覺得最開心就係都係同大家傾下偈，開下 live， 即係呢個睇緣分啦，衝唔衝到係啊，我真係唔緊要。咦 ，Hello 松仔，咩啊？下星期係咪就開100000 party？ 哇，唔好講笑啦，一個星期衝點衝啊？你点啊？你嗰边晏昼系咪啊？食咗嘢未啊？食咗啦，家人啊，应该下昼啦嘛，系嘛？下午茶嘛？鱼蛋加 A B C 应该几好食，喂，识食喎、啊！我以前都系咁食，因为我以前其实唔系好食得辣嘅，咁今次呢个咧系比平时辣嘅，系有原因嘅，又系睇条片啦，你就知点解我会整辣啲噶啦。嗯。唔好意思啊，嚼緊嘢。跳笨豬跳，跳笨豬跳，係啊，100000啊嘛，100000嘅話就會跳啊。午餐台咩？啊，你真系要睇一睇翻我 channel 嘅片啦，即系点解我而家会咁样，或者有冇人话俾你听？准备定差唔多啦，松仔话准备定边样啊？你讲，班主任点样准备啊？唉，今日。讲我哋个主题就系呢个迈向十嘅迈向90000，咁不如大家想倾咩啊？回顾，喂，我好似冇试过 live 做 Q&A 啊，我唔叻噶，其实呢啲啫，我会尽量答啦，你哋都可以问我嘢，跟住我会尽量答。松仔话跳系嘛？点准备啊？即系自己喺屋企系咁样搵啲地方跳。点样练习嗰个离心啊？定系不停去揾啲，定系系咁玩嗰啲 sky swing 嗰啲？唔同噶嘛，即系我听佢哋讲话，其实真系好唔同咯。总之就系、是、你未试过就系未试过啦。唉，我唔知啊，唔敢谂住而家。
心理准备好未？唔识讲，有好多嘢咧，你以为你准备好，但其实你唔系。有啲嘢咧，你以为你冇准备，去到又 OK 咁，好远。多谢你啊 ，Nick， 多谢，多谢你火金。Fanny 话纽西兰嘅大自然好靓，冇错，系系啦，即系我拍片嘅时候，我都即系有放航拍噶嘛。即係有啲景咧，即係你喺平面同埋你喺高空望，係真係完全兩回事咯。所以學識放 drone 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嘢。但係當然我嘅技術就真係仲係好麻麻，我真係要努力下呢一樣嘢。啊，不如今晚咩啊？嗯，不如今晚講下。我頭先見到，啱啱 miss 咗添。講冇咗啦，冇咗啦，太快啦，你哋跟唔切添。哦，讲下人生道理啊！睇到我搵到阿 Yan Ying 啊 ，Yan Ying Chan， 人生道理啊，好啦，我都定一定落嚟先。唉，都想同大家讲下呢个搞呢个 channel 呢件事啦。其实，哇，大家仲记唔记得我系？几时开始 post 呢个第一条喺纽西兰，即系踩入南半场嘅片？你哋仲记唔记得？系几多月嘅事啊？系啊，好。谂起个人个心就逼逼仆仆啦。嗯 ，sorry， 想问你 YouTube 做咩冇开？你意思系乜嘢冇开啊？个 live 唔系啩？而家系出紧噶嘛 ？YouTube 系咯，多谢你支持我。feel到我忐忑。半年前，止唔止半年啊？是有人已经答咗啦 ，Shino， 系十一月，上年嘅十一月，而家就七月咗啦，七月啦，系啦，哦，几个月嘅时间，即系讲真 ，YouTube channel 呢一样嘢，如果有留意嘅话，或者睇到我几时即系嗰啲加入嗰啲日期咧。就知道其實我有呢個 YouTube channel 係好耐啦。講翻最早最早期嘅時候係同人合作嘅，咁啊人哋即係話啊，不如都試下做個 channel 啦，咁啊可以做啲片，咁樣。咁嗰陣時好早期，我仲有一個節目叫做 Lila 去翻工，咁我試下啲唔同嘅工種啦，咁樣啦。咁但係即係當然啦，嗰件事係好唔同啦。嗰陣時係即係有人。製作嘅，咁我係即係好似演員咁咯，就係、是、做演員咯。我知道，佢哋安排咗呢一樣嘢，咁我嗰日就去啦。佢哋安排咗呢份工，即係當然都有同我傾嘅，有冇嘢特別嘢想做啊咁嗰啲，跟住我就去講啦。咁但係全部嘅控制上嘅嘢啊，成個流程啊、安排啊、點樣去聯絡啲人，全部都係佢哋去做噶嘛。咁我只需要交個人出嚟就得噶啦。咁去到而家就當然好唔同啦。咁去到中間有一個時段喺紐西蘭，再之前咧就有一堆片，就係一啲煮下嘢食啊，喺屋企煮嘢食嘅片啦。跟住，但係其實嗰陣時我都仲未係好，即係嗰陣時都係有人幫我。雖然而家其實都有人幫我手，但係而家同嗰陣時最唔同嘅就係而家我會多好多需要去自己去學、自己去搞掂嘅嘢咯，係啊。而呢樣嘢咧，其實對我嚟講係，真係好難，係咯，哎呦，冇諗住咁嘅啫先，係，飲啖嘢先，去，哇！大家停曬講嘢嘅，做咩事啊？你哋講嘢，唉，真係～系咯，唔好要哭腔得唔得？唔想哭腔讲嘢。咁
即系始终拍戏拍咗咁多年，真系好习惯诶，所有嘢系人哋去 handle 啊，或者人哋去话俾我听要点样做啊，咁哇，真系好讨厌咁样。但系就真系好戆居，我觉得而家咁样即系当我决定去啊，即系试下去自己去做啦，即系可以即系跳出下自己 comfort zone。既然我都跳到出嚟纽西兰啦，即系仲有啲咩系跳唔到噶咁样？跟住我就谂，即系不如好好地去做一个 channel 啦。咁同埋，即系我觉得系喺纽西兰，我自己唔系真系话好长时间，但系我自己都觉得有好多嘢系有得着。我都想将呢啲嘢可以即系分享到俾你哋，同你哋分享。但系即系原来喺做片嘅过程咧，即系有好多嘢系唔容易咯，同埋系唔知点样先至系好啊。即系我系讲真，真系有好多次。好多次好想放棄，即系我真系覺得喂，真系唔掂，因為我知道你哋一定會讚我，或者覺得啊唔係 OK 啊，你而家啲片出嚟都好好啊，或者咩？你哋唔知道其實係真係有好多人幫我，先至可以即系先至可以，你哋先可以睇到而家睇到嘅片咁樣。我自己知道自己事咯，即係有好多條片中間係。即系发生过好多嘢，我系觉得哇，算啦，我真系唔得，我真系唔可以做一个 YouTuber。我觉得我讲嘅嘢唔好听，亦都好混乱。你睇下我而家讲嘢就知道。所以每次当一做片嘅时候，我就觉得，唉，好想放弃咯，系真系好想放弃，但系都。真系多谢，即系身边一路好多人都系佢哋冇放弃我，同埋你哋咯。因为其实我真系一个好冇自信嘅人，即系冇到系你哋系想象唔到嘅。即系有时咧开 live， 即系我有时都同啲朋友倾翻，即系佢哋有好多人系好知道。我本身是怎样，他们就说喂，其实呢你开 live 不用冲到那么行的、哦、即你不用下下去到节目主持人上身这样爆 energy 啊这样的、哦、你可以做回你自己的、哦。跟着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是职业病啊还是什么，我就很想可以好好地去做。我每一个 live 或者做好个节目咁样，系咯，对唔住，真系冇预期系咁样啊，几混乱啊！好，睇下你哋嘅留言先，多谢你哋。每一次呢做完一条片呢，跟住即当然有时我松仔你仲喺咪度，即你都知道有时可能会好好个效果，有时可能会差啲，有时直情系你冇预期，哇真系咁差咁唔掂咁，跟住你会有好多嘅情绪，加上我好多时咧，我系会好惊即系一完咗一条片咧，我系会突然间好惊啊！死啦，我要开第二条片。即系你见到我而家个 schedule 咧，真系好唔掂嘅。其实我自己知道自己事系，我基本上系条条片清咯。即系我而家完咗一条片，跟住我系冇噶啦。即系我今日交咗，今晚你哋睇咗条片咧，出咗之后，我系未有下一条片嘅。即系，但系我又想讲到，即系每一个礼拜都。出到一條片，即係最少一條啦。我仲記得我第一條片，
都曾经讲过话啊，我希望每个礼拜出到两条片。即系我知道你哋一定会好锡我，就同我讲话，唔紧要啦，出到就咪出咯，即系唞下啊，唔使咁样逼自己啊，赶啊嗰啲。但系唔系咁嘅，即系做一个 YouTube channel 系要有责任去定期可以出到一啲嘢，同埋咁样先至真正去聆听到一个 channel 咯。咁呢样嘢系即系而家系叫做即系虽然有人帮我啦，但系呢个真系我自己嘅事嚟噶嘛。我不可以下下都是要人哋去俾料我啊，或者去踢我做啊，我是需要自己真的去 handle 到咁样去做噶嘛。咁所以我就会好紧张啦，每一次完咗一条片，跟住尤其有时反应好，我就啊好开心，好开心咁，即系无论睇住人数啊，甚至收入啊，都会喺度升紧嘅时候就啊好开心，好开心。但系跟住就谂死啦，我下一条片我承唔承接到呢，我下一條片是啲乜嘢啊？有時甚至係未有咯，亦都試過我即刻開到第二條片啦，我開啦，跟住我剪完成三四日，有時成個禮拜係可以成條片唔要得嘅咯。即係我之前有講過話，我係啊，我邊條片啊？我就係講翻我啲即係呢半年嚟嘅嘢。我話我第一條片我係重複拍咗好多次。其实不止第一条片，我是有很多条片，我都是剪剪下觉得喂真的不行，跟住喂唔系嗰样嘢，我应该要拍啲乜嘢，我要特登翻去补翻嗰个 shot 去加翻落嗰条片嗰度咯，系啊，咁系咯，系好多嘢要去学，好多嘢要去同自己讲。是 OK 的，唉，其实讲来讲去我都是真的很想试一下自己亲手去建立我自己，即是我不想只是思维圈，不想只是恋爱自由式，不是恋爱自由式，你不是这样讲的，你会说破冰转身。即系我想有一啲系我自己，真系我自己嘅嘢咯，系啊，嗯，好，我等我食粒鱼蛋先，无啦啦冇狗彩咁咩事，嗯，睇下你哋嘅留言先，唉，好想衰。我想问，系咪见到有啲朋友入咗嚟啊？我见到有赵博嘅，系咪赵博喺度啊 ？Hello， 你好啊！好唔喊唔喊，保持，多谢你哋抹晒去抹咗，我唔知点解我用晒纸巾冇加到，即系冇攞到纸巾入嚟，唔紧要咯。唉，都是我自己的啫，去，冇事。你讲紧啲乜嘢？我好快，我都系继续食埋鱼蛋先，等我慢慢睇。嗯，我明白啊，人生就系咁样，随遇而安。但系有时我会谂。我咪就係太隨咯，即係好多嘢就係人哋話咁咪咁咯。嗯，即係可能真係太細個入行咧，好習慣去做人哋想我做嘅嘢咯。跟住到我而家好啦，喂，有個 channel 啦，有個機會，你咪做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咯，做你想講嘅嘢咯。但我想话你知，我系有时我谂唔到有啲咩想讲，系啊，因为我觉得 YouTube 系好唔同嘅一个世界，就系大家都喺度分享紧大家自己嘅一啲感受啊，对一啲嘢嘅睇法啊。但系有时我会觉得，即系我望咗一样嘢嘅时候，
哇，我冇睇翻，点分享啊？咁，即系太唔习惯去有自己嘅意见，系即系冇建立过有自己嘅意见系一件咩回事咯？咁所以都多谢你哋系陪住我一路学咯，系啊。系咯，我知你哋真系好俾时间我，同埋好俾机会我。即系我自己知有好多嘢真系做得唔好，但系你哋都会唔理咁多赞咗先咁啊。系好多谢你哋。系，睇下你哋啲留言先。唉，食下鱼蛋。哇，我讲到浸咗人。又不是很冷啫，我都是攞翻个暖炉近啲，可能冻。饮咩加冰可乐啊？冷静。真系一张纸巾都冇。诶，有喎、啊。嗱，大家识一识个声啊！我要擤鼻涕。我阿姑用筷子，哇，好肉酸啊 ！ASMR 嚟噶，ASMR 送鼻涕，好攞命。好做自己，加油！好，我饮啖嘢先。我都知道你哋系会好好咁赞我噶啦，多谢你哋。咩啊？咩啲鼻涕好珍贵，好好珍惜。ASMR 梗系识啦，好睇噶。我觉得是很疗愈的一件事、啊、听到人 c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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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你们知不知道我有试过拍一条片是 ASMR 的整嘢食，当然我觉得是不是那样东西，但是试一下这样咯，都因为我觉得很疗愈这些片。讲回我可以讲下我之前的片咯，系咯，其实之前在 MM 嗰条片嗰度都有讲过，即系细个系唔止细个，其实而家都系，即系而家如果俾我入剧组拍嘢，我都系咁，系超级听导演话，系即系导演讲咩，我就会尽量去做到佢想要嘅嘢咁咯。其实系我觉得有时都几冇性格嘅咁样，因为有时我会见到有啲对手咧，嗱佢可能真系唔系一个导演会话好觉得容易处理嘅演员，但系佢系真系会好好睇咯，就系因为佢有佢自己，佢会好坚持到佢自己谂法，佢唔系乱嚟，佢唔系纯粹啊！我系大明星，我要咁做咁做，佢有佢嘅谂法咯，佢会。寧願跟導演去爭持，去堅持他自己的想法，他都不會哦，好啦好啦，導演你叫我咁做，我咁做，我咁做咯。即係有時我覺得我咁樣的選擇，其實只不過是捨難取易，係咪咁意思啊？即係只是唔想煩咯，即係唔想咁。即是要跟导演拗过这件事很艰难的，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算吧、听他说咯，就这样做咯。又或者是其实我根本就没花一些精力去真的想，其实你对个角色是有没有什么想法呢？你觉得是应该是怎样的呢？你有没有真正的理据去跟导演去说呢？咁系咯，所以细个就系咁样培养咗个性格，咁啊大个又冇再
再去想怎样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演员或者人啊，这样咯。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即系拍嘢嘅时候，成日会遇到一样嘢，即系点解最后我会觉得，哎，都系唔好争持啦，呢啲嘢即系唔好谂咁多。就系，我唔知你有冇听过一个字，你唔系三个字，叫做飞纸仔。即系当拍嘢嘅时候，飞纸仔。飞纸仔嘅意思咧，就系，真系飞张纸仔俾你，那个纸仔就系你今日要拍嗰场戏啦。有时好少少嘅，可能系今日俾定听日你要拍嗰场戏你啊，纸仔嚟啦。咁咧即系你要拍啦。咁咧呢一份嘅剧本系爆出嚟嘅，即系前前后后啊嗰啲系你唔系好清楚系咩嚟嘅。当然我哋喺一套剧开嘅时候咧，佢有一本叫做天书嘅嘢咁样，咁系大概写晒成个故事会发生啲乜嘢啊，人物性格系啲乜嘢啊。咁又或者有一啲叫分场嘅嘢，就系每一集每一场系大概有啲乜嘢，但系形容翻嗰场嘅啫，冇对白嘅。咁个对白咧，当个对白系爆出嚟，即系飞纸仔出嚟嘅时候咧，佢好可能同你之前睇嘅嘢好唔同。咁你可以点做呢？即系明明即系飞场戏出嚟，你明明嗰场戏嘅之前嗰几场先至同嗰个人反晒面嗌晒交，突然间呢一场好到咁嘅，咩事咧？咁样咁可能你会咁样问个导演啊嗰啲啦，跟住导演唔紧要啦，你淡淡地做住先啦。嗱呢个劲啊，淡淡地呢个真系劲，淡淡地呢样嘢咧。真系影响深远啊！对我，淡淡呢嘅意思就系你做到好模棱两可，即系令到啲观众当你睇嘅时候就觉得哦，可能佢系咁样，又或者唔系咁样都得啊！即系无论点都得啊！就当你嗰件事淡淡地，即系明明系，因为佢啱啱譬如写嗰场戏话系同佢好好啊嘛，咁我咪好好咁做咯。但系啊，系可能有啲假假地咁样嘅。咁啊，令你如果嗰件事原来其实跟住转个头，原来系仲未好翻嘅，咁你咪知点解佢会笑住讲嘢咯？即系总之扭到件事要好，点扭都得先至 OK。咁最后变成咪就好似乜嘢都淡咯，唔敢去做啱佢咯。系啊，呢个系都几大镬嘅一件事嚟。唔知道你明唔明白我讲咩啊？你话飞纸仔唔系咁好咯，系啊，都当然梗系想知晒成个戏，即系点样可以做功课啫？就系你知晒所有嘢，去真系好深入咁去个角色嗰度去谂。即系譬如你哋都可能听过嗰啲荷里活嗰啲制作啊，其实都唔止荷里活，好多地方都可以咁样做到嘅。就系佢真系好耐好耐之前就已经俾定成个剧本，跟住如果佢系要做一啲嘅特技嘅嘢，佢真系大半年前就已经同你去 train 啊，成啊，去帮你去入个角色啊，成咁，等你即系可以清清楚楚了解个角色，咁样去做嘅时候咪。其实我觉得我相信会是事半功倍的，就是你一埋去就是那样东西咯。跟住呢 我想说那些淡淡地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呢，令我即是成日都会没想东西咯，即是令我觉得即是想东西好像很难，因为习惯就是不要想太多，这样去做就 OK 了。咁啊，连个人都惯咗淡淡地，淡淡地咁去做咯。啊，多谢你啊 ，Chris。佢话唐玲系你嘅前半段人生，喺New Zealand展开 Layla Kong 更精彩嘅后半段人生。多谢。我前半段都好精彩嘅，其实都好，都系开心嘅，都系感恩，即系我。即系曾经做过，唔系曾经，好似讲到而家唔系，即系我有做过演员呢一样嘢，有做演员呢样嘢，系即系有，当然有好有唔好嘅地方啦。
即係好嘅，我喺 MMO 入面我其實都有講過，就係、是、我真係好早就知道什麼叫揾食艱難，什麼知道即係知道大人嘅世界係點咯。即係我細個係，即係我咁講啦，我真係幾乖嘅，我唔扭買玩具啊，唔會扭計咯。總之其實係咯，唔扭計嘅，我真係唔係好扭計。咁因為我知道。真的很辛苦咯，揾錢是很辛苦咯。嗯，系咯，唉，又睇下你哋啲留言先。唔明淡淡地啊嘛 ，Jenny。你讲拍戏啊，拍戏咪就系、是、即系做戏嘅时候，因为当你唔系好肯定嗰个场口咧系。是講緊啲乜嘢？跟住你點解會咁樣講呢句對白咧？咁樣咁你只可以唔好太開心，或者太唔開心，唔好太嬲，亦都唔好太唔嬲，咁樣去可以攞個中間位去做咗佢。咁當下邊要接起上嚟咧，都唔會太難。即係當你哇，原來下一段戲係同嗰人係非常之好嘅，你前半段爆到癲咗嘅話，咁你好難去接到下邊咯。即係類似係咁樣啦，咁所以變咗每一樣嘢都係要攞個中間位咁樣輕輕做咗佢。啊？咦？嗯。哦 ，OK， 有人想問啲私人問題，好啊 ，DM 我睇下睇唔睇到，我睇到就再答你啦。快啲諗。想定50万订阅，嗰阵时跳咩好过？系咪搞笑啊？喺度搞紧笑啊？去过咗100000先啦，再谂啦。其实去咗100000，我已经觉得好感恩。即系之前都有同好多人倾偈，佢话：哇，你都算系咁啦，即系好短时间可以去到呢个数字。但系其实又咁谂，嗱，我几多岁开始拍嘢？8岁开始拍嘢，去到而家。是即是我本身是怎么说呢即有了这么多储了这么多年的所谓啦，你们小小我小小你们小小我小小是啦，这样看着大啦，这样那我相信我是应该要有一个人数在这里的，但是我觉得不是这么计咯， YouTube 就是 YouTube， 很现实的，很实际，你给了什么人看，那些人是有没有兴趣的，就好直接反映噶，即系唔关你系咪做咗几多年事咯，系啊，咁所以都系嗰句，都系要努力去做好咯。嗯，Hello 啊 Pat， 你第一次睇我嘅 live， 好开心，唔好意思，第一次睇 live 就喊到咁样，唔系咁噶，平时唔系咁噶，好正常噶，因为系有啲波动嘅，啊！我即管咁样睇下，而家系而家哇！我哋原来已经玩到1.9啦。好，而家 YouTube 系咩情况呢？好吓，而家系8996 7，哇！多謝一些新來的朋友，不知道是不是有些人就是在這裡出現了呢，你們是不是剛剛 subscribe 我的，多謝你們，多謝你們。喂，不如就講一下今晚的片吧，即是不是現在的，是一陣間出的那條，一陣間出的那條呢，沒錯，我是會弄這個咖喱魚蛋，不止魚蛋的，你剛才知道有豬皮，還有一樣東西，你猜是什麼，不如Hello Jenny， 你是第一次看我的 live， 多谢你。你都是纽西兰，咦，咁夜唔瞓嘅？见到我去嗰啲地方都想偶遇喎，好有缘一定会遇到嘅。牛柏叶唔系，
嗯，见到有人答中啦，鱿鱼啊！咁咧，除咗去即系讲我会整呢样嘢之外咧，咁我都会去买嘢嘅。咁我买嘢咧就去咗超市。今次我系去咗两个地方，有本地超市啦，亦都有华超啦，即系呢度嘅环超市啦。咁样，其实咧，我觉得喺呢度行超市咧，真系几开心。即系无论边度都系啦，即系本地超市都好咧。即系虽然 Costco 咧系一个好似迪士尼嘅地方啦，但其实本地超市咧，你都够你开心。如果你哋有机会系嚟呢度玩啊嘅话咧，记住去超市行下，好新奇刺激，好多嘢买，因为系你会发现有好多唔同国家嘅嘢食，或者一啲你未见过嘢，或者有啲你见过嘅嘢，我哋见过，香港人见过，好熟嘅嘢都可以喺呢度嘅本地超市去揾到嘅咯，咁系即系其实睇呢样嘢，你就会睇到呢度系一个真系好多元、好多元嘅地方咯。咁咧，仲有咧，今次咧，我都唔卖咁多关子啦。我相信你哋会去睇噶嘛，系咪？咁咧，我咪话整呢个咖喱鱼蛋啊呢啲咧，我特登整辣啲，系因为咧我咧系会俾人食嘅。不止我一个吃的，我是给我的印度邻居吃的。是不是很大胆？就是整咖喱给印度人，是什么？就是何其大胆才会这样做。那他们很好的，就是他们有时都会煮东西给我吃啊，这样。那我今次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这样的事呢？就是事源我是跟他借了电饭煲去整呢样嘢嘅，咁咧我就还煲嘅时候就不如即系俾啲佢哋试下啦。咁佢都话好想试下呢一度即系香港人嘅咖喱系点咁咯。同埋最好笑咧，佢哋咧。两个都是厨师嚟噶，即系有一个而家就唔系做厨师，但系佢哋两个都是做过厨噶，系煮嘢食好叻噶。咁咧，我要喺佢哋面前整呢个咖喱咧，简直系班门弄斧啊！你哋睇啊，呢条片真系我觉得系，但系我好开心嘅，真系可以去有一个咁嘅文化交流。嗯，哇！你哋嘅留言相当之快，追唔切添。嗯，我整咖喱俾非洲人食 ，Jenny 真噶？你讲真噶？咁劲？印度咖喱以前在英国的时候我吃过很多次 chicken 那个是什么好辣喂印度食物吃我喜欢吃 butter chicken 甜甜地好味他也有整过给我吃好味超好味还有整过些甜品啊那些很厉害他佢可能送翻啲印度咖喱鸡俾佢，已经间唔中有整噶啦。佢会即系有时一整咖喱多啊，咁佢都嚟攞啦，咁样攞啲去食啊，咁样。跟住我每一次都问佢辣唔辣啊，咁。跟住佢话唔辣，但系翻到嚟，我都系要自己再加啲娱乐啊嗰啲落去。真系佢我明嘅，对佢嚟讲应该唔系好辣嘅。报下数得唔得啊？好，而家嘅人数系900唔系
唔系九，我就想八九九八一八一 ，yeah。先，其实创作，嗯，多谢你啊，多谢你。我见到有人留咗好大篇嘅留言俾我，咁你整个，中意行超市，可以去 Easter Market 哦，系、哦、你哋。嗯，算，不好意思啊，我电脑突然好多嘢弹出嚟，我咪要接受嘅咧呢样嘢，冇冇冇冇冇，冇人虾我，仲差十九人，多谢你哋一路帮我计住。可以直播教煮饭，教又冇咁讲啦。我之前咧都有开 live 咧，之前有个落难厨房啦，跟住系啦，落难厨房就真系会煮嘢食嘅。本身今日都谂住整嘢食嘅，咁我间唔中都会整下嘢食啦。你中意睇啊？中意睇直播煮嘢食啊？即系睇我点样论尽系嘛？即系我。如果有看过我的 live 就知道我煮新嘢都是很乱做。多谢多谢你。哇，有人说想起这个、中环四海的红豆阿妹。哇，现在呢就1点54分了。嗱，我一阵间呢这个 live 两点钟。我哋两点钟咧就完啦呢一个 live， 跟住我哋就一起去睇新片，好冇？喂，大家不如都真系讲下，系咯，即系譬如可能睇咗我咁多片啦，即系你最中意睇边一类片？即系我知道行超市咧，应该系都系好中意嘅一样嘢嘅。因为其实行超市真的好好多嘢睇嘅，仲有咧有啲乜嘢题材啊、主题啊，你哋中意睇啊？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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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Yeah， 好多人应咗我啦。煮亲嘢狗狗都及到实系啊！啊，你讲出重点啦！今日可能因为我煮嘢食，系咯，吸引唔到佢。竟然我嘅咖喱鱼蛋吸引唔到佢。教装修，唔好讲教，唔好讲教，分享一下啫，都系。有冇潜水牌拍水底啊？哇！老老实实，我以前系有考过潜水牌，但系真系好多年冇再玩过。基本上我考完牌之后我就冇玩，系好多年前讲紧。应该超过十年前是有考过牌的，但应该没有用了，我想我完全是忘记了，而且牌是应该是不是要续的，我都不太肯定。嗯，还有四分钟。宠物不可以吃浓味的东西，当然了，它啊只要吃那些烚的菜啊、烚的鸡啊、烚的青口，喂，烚的青口喎 ，OK 系咪？买送教种嘢，嗯 ，OK。去行下山，嗯，而家系。看看先，89,997，仲差三个，
即刻呕翻出嚟。而家系98，争两个，有冇人出现？会唔会去 cam？ 嗯，而家有啲冻 ，cam 我都想，即系可能夏天嘅时候啦，再 plan 下一个 road trip 啊，都真系，我想真系露营下咯。其实喺香港都冇乜点试，香港好似试过一次两次，日本试过一次，唔系咁经常做嘅一件事。但系我觉得嚟到呢度，你讲得啱，去 cam 系应该嘅。过咗啦，而家系90,002人啦，多谢你哋啊！我哋真系一齐冲咗90,000啦，多谢 ，thank you， 多谢你哋。我冇谂过喺呢个 live 系真系会冲得过。但好开心，真系喺度再一次多谢每一个有睇我嘅片，又或者系一路由我细细个啊都支持我到而家嘅每一个朋友，嗯，同埋我识过嘅咁多个曾经帮助过我嘅人，我都想喺度真系多谢你哋，我会继续努力嘅，系好容易会想放弃，但系我呢一刻我都。仲觉得 OK， 我会继续加油。好啦，我哋一起去睇片啦，够钟完啦。我哋下次再见，一阵间其实好快，一阵间我哋喺嗰个 premiere 嘅时候，我都会留言嘅，好唔好？我哋一阵见啦，拜拜，多谢你哋陪我食咖喱鱼蛋。好啦。拜拜，一阵见。2:03，记住2:03，拜拜。